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已知呢这个图哈，这两个图是相似的，四边形哈，这两个图形是相似的。那 AB 的对应顶点哈，分别为 TS， AB 的对应顶点是这个多少呢？这是 TS，A 对 T。啊 ，B 对多少 ？B 对 S， 我这里画错了，应该是 AB 哈 ，ABCD 啊，哦 ，ABCD 啊，就是说哈 ，AB 对应到多少呢？对应到 TS， 也就 A 对应到 T， 那 S 的话 ，AB 的话对应到 S， 好。那他现在问说哈，四球角 U 角 V 啊，角 U 等于多少哈？角 V 等于多少？也就是说哈 ，A 对应到 T 嘛 ，B 对应到 S 嘛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这样的四边形 A B C D 哈，它相似于呢 T S V U 了。TSVU， 好，那也就是说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因为 C 对应到 V 嘛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45度了。啊，这个角的话对应到这个角，这个的话呢是80度，所以角 U 应该是80度了，啊，角 V 应该45度。哦，这个的话呢是第一小题，啊，及什么呢？及 CD。他问 CD 哈，啊跟什么呢？跟那个 TS。啊 ，CD 的话呢是这一段，我们看哈，从这里到这里它是缩小一半，哦，二变成一嘛，缩小一半。啊，说从这里到这里它是放大两倍了，四的话要变成八，所以 CD 呢是八了。还有这个呢 ，TS。TS 的话，从这里到这里缩小为一半，所以是2，所以 TS 是等于2。